三哥，这次反正要30是吧？还要30啊？哎，好嘞，你这次能称高一点啊？我跟你说、啊哎，那你放心，我称正，你放心。哎，不是，你把我弄满，那都是你帮我捡捡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小伙子是吧？你、哎、吃不怕，你浪费可耻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上次我回交称，然后那个差点啊。哎，不会，怎么会差点呢？哎，好了，三哥，你好。哎，够了，好。哎呀，我这小伙子做点生意这么精呢，买家永远他没卖家精，你说？哎。呵呵你呀、啊，你太抠门了，老板，我跟你讲，这么精的帅哥，你说这个生意啊，30啊，哎，30，好，还差一个，哎，好，哎，来，给你100了，又没零钱呢，真没有零钱，我不是来故意难为你，老难为我们的人干啥去啊？那我不是有意的，来，50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看着一下啊，哎呦，看你这么不利索呢，手滑了，嗯。这是我的吗？哎，对，好嘞，好，谢谢你老板。好，慢走，吃好再来哈。好，哎，好嘞。抖音火山版。